有事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事？啊，我是要问你，你请助理整理就好了，不用特别花钱请我。因为我觉得你把我的书房整理得不错啊，尤其啊是资料跟书籍的分类。我希望我家里跟学校一致，这样子比较好找。所以你喜欢我整理？勉强。哎，你偶尔称赞我一次会怎么样啊？知道幽默跟嘴欠是两回事。嘴欠。就是很不会说话的意思。你小时候一定很不爱讲话。在学校常常被关厕所霸凌，青少年的时候愤世嫉俗，想要杀掉每个人。最好的朋友是人体模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春姐跟你说的吗？春姐怎么会知道？什么啦？我刚刚乱讲的，你在干嘛？你干什么啦？是院长说的。C 姐，你干嘛啦？C 姐。你怎么了，C 姐？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刚刚在闹着你玩呢，你做什么啦？C 姐怎么了？C 姐，你看我，C 姐，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，C 姐，C 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C 姐。你耍我！哎，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了。反应倒是挺好的嘛。你是不要一直摸我头了，我不是小朋友。赶快去整理。